好，今天我们要试玩的游戏叫做《女鬼桥：开魂路》的 Demo V 1.02 版啊 ，1.02 版。这款游戏应该是东海大学的恐怖故事吧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这是一个恐怖游戏。看个动画一定要这么恐怖吗？好，我们来吧。怎么样？我的海报做得不错吧？哦，我也要加油了。一定要让学弟妹好好体会女鬼桥的恐怖，祝愿成功。终于到这一天了，好期待。你为什么要在半夜贴海报啦？啊，为什么我校园旁边没有人？骗谁啊？当我没念过大学哦。你最好说在半夜贴海报，然后旁边还没人，也是礼拜六去的哦。营队干部哦，他是十点对不对？晚上十点嘛，他刚刚的手机是晚上十点。你为什么要晚上十点贴海报？我干，我真的不敢走，靠腰嘞，我要走去哪？我走去哪？哇，这个垃圾桶好台湾哦！啊，里面没有垃圾。干你老师欸，中智工程技术研讨会，大家以前有参加过研讨会吗？这是什么？资讯应用？这亮光打的我看不到。Python， 我竟然在游戏里面看到 Python， 东什么？是东湖大学还是东海大学？他写东湖哦，左下角写东，哎、欸，东湖，他写东湖。大家知道 Python 吗？资讯科技，大家知道吗？哦，这边不能过去。OK， 通常哦，第一开始哦，就是要探索一下。我、哦、这个应该会花蛮多影像的哦，这应该需求应该蛮大的，硬体需求啊。哎、欸，我觉得场景还算 OK， 拍神啊，这应该不会吓我吧？有观众是东海大学的吗？因为我不知道他是完整照东海大学的校园去做的哦，雨伞做的蛮精致的哦，应该是照东海去改的吧？哎、欸，这个什么？这个符号大家知道吗？这个冷气，这个冷气应该是那个大金的吧？这个我就不知道。树，月亮。好暗哦！啊，虚无者是快跑！啊，我又回来了。我觉得到时候我在那个剪辑重播的时候，你看那个手，可爱的小手手，他还蛮跟进他们学校的。哦，是哦，一直在拍摄。其实我觉得。现在啊，很多科技厂都用 Python 在做一些自动化流程的事情啊。我觉得 Python 不错、啊，而且 Python 又不难。这个是什么？想在大学中认识更多朋友，或者想要个美丽的邂逅，即日起在后里铁马道美容系化学学系，赶快报名哦！哦，是因为效率好的关系啊。因为我没有学过啊，所以我不知道。我觉得大家听到有人都蛮推的，
资讯月，怎么那么多资讯的东西啊？写这款游戏的人是不是东海大学毕业的？啊，我到底要走哪里啊？对啊，听说 Python 不是蛮简单的。我们来看这个消防栓。啊，对，比 C 好学。Hello， 黑哥，你刚好呢，就看到我在玩这个恐怖游戏。哇，他们学校有这种东西吗？完了完了，我觉得鬼要出现了。大学立牌。通常哈 ，demo 版已经是放最恐怖的哈。干！不要吓我。我去年才玩《2001古堡7》，我都吓得要死了。这个还没有拿枪，拿枪我都吓死了。什么？哦，拿枪我都吓死了。你没有给我拿枪，给我拿一个手电筒。真假的？他们学校真的长这样吗？什么戏 ？AK 是东海的吗？你是东海的吗？有东海的观众朋友吗？刚有笑声呢，刚有笑声，真假的很还原。刚有笑声，有没有听到吗？看一下手机，原来我刚刚长那个样子，我可以再按一次吗？不行，我刚刚看不到我的脸。我还蛮正的欸。哦，你去过东海，所以很像是不是？文耀，你找我有事吗？谢谢你，我会自己处理。我要怎么想？哦，过一两天没事。好，被发已读，都被我声音盖过。好，那我把输出音效拉大一点。德全，算了，在这里说再多你也不会读。明天下午有空吗？见个面。我知道，会被你们那个会被讯息挡住，不会啦齁。我知道你看得到，就这样。桥上见，没见到人的话，我去直接去教室找你。我想你不会像我这么做。12月22号的时候11点。12月22号。啊，这是24。德全是男朋友吗？前男友。学姐你好。我还想说研究所的大学姐会不会恐怖？天明。没有听到，你刚刚没有听到笑声吗？那个有一个女生的笑声。感觉就是前男友之类的还是什么。好。哦。对。啊，我可以打。吓我一跳。吓我跳！他会接吗？应该都不会接吧。哦，因为我可以打电话。伯如，没有人来理我。原来我没朋友呢。没有任何一个人在半夜10点想接我的电话。我好可怜哦！我怎么那么可怜？怎么在游戏是边缘人？是什么？计划书可以看吗？借由知名女鬼桥校园的叭叭叭叭，负责单位东湖大学62届跨系联合营队，叭叭叭叭叭叭。哦，我是大众传播系的研究所赵新桥。自然单位，前哦这边有进行这种东西，前往景观桥预言。然后预言就成真了，这样。我现在有点流鼻涕。这什么？流动厕所？哦，可以躲路，我先躲躲看。我干，好近哦！干这个视角，
而且有两间，要读哪一间先想好哈，随便啦。这个声音是怎样啦、啊哦？我走哪里啦？我侧着走就不会被吓到了吧？螃蟹走，怎样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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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没在怕，怎样？嘿嘿，我这样是不是很鸵鸟？很鸵鸟？鸵鸟心态，就跟恶灵古堡一样啊！赶走快点，太久了，太久了！干吓我一跳！我被这个装木装吓到，我以为他是一个小人站在那边。对不起啊，这你们都被我吓到，自己吓自己。啊，没事没事啊，没事的没事的，一切都是幻觉，吓不倒我的。哦，在那里，那我先换其他地方。大天，啊！学姐，你不要突然讲话了，我快吓死了。我还以为是那个。哪个？哎呦，就那个嘛。对了，学姐，你等一下走仪式，要不要那个金保平安啊？不用了，没关系。我没办法念。哦，学姐不信这个。好吧，那我自己念。我这边啊，都准备好了，到时候你别雷哦。学长，我才怕你雷我嘞！靠！靠！学姐，你刚刚应该没有听到什么不该听的吧？没有。真的没有？好了啦，学长。你再问下去，本来不知道都要知道了。抱歉，又要委屈你了。好了，别说这些，等一下被听到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个是他的暧昧对象吗？德全，等一下被听到。哎呦，难道你们两个有鬼哦？哎呦，这个妹子蛮正的哦。啊，那我看一看。哎呦，戴一个眼镜的斯文妹子哦，穿个牛仔裤嘛，啊，嗯，这个 mans 吗？哎呦，德全嘛，啊，不回我啊，我发信给你不回我啊，啊，这个谁？两个谁？那我看一看。怎么了吗？学姐，你来了，刚好五分钟，算得真准。你要是准备好的话，就先去椅子上坐着，准备开始预演。哎呦，很凶嘛！啊，你凶我？啊，你凶我？你要是到了哈，马上就去位置上预演啊！啊，哦。很凶嘛，啊，只能对话一次嘛。我可以先往上走吗？哎呦，哎呦，哦，自己吓自己，对不起啊。啊，这个人，我可以上去，我可以上去。啊，算了。所以，准备好了吗？嗯。
哎，学长，我还是觉得不太好了。怎么了吗？哎，这里感觉很阴啊，我们在这里搞这些会不会得罪这些好兄弟啊？可是不然换我来摇铃铛吧。谢谢学长，谢谢学长。哇靠，学姐怎么都不怕啊，太猛了吧。安静，开始了。学姐，预演还在进行中，请你不要分心。要是回头了怎么办？怎么，你担心我啊？放心，我很熟流程的，跟你开个玩笑而已。继续喽。靠腰、有鬼啊！好好好啊！学姐出事了，快点快点，快跑！太奇怪了吧！我疯了！我可以调查你吗？不行啊！王院长，干你娘嘞！不要！厕所啊！阿伯，出事啊！阿伯，我要走去哪？阿伯 ，Hello。可爱，等一下，我躲哪里？你躲进去。然后嘞，我刚那边好像死路，我不能移画面。走，傻小。我真的不知道走哪里。啊，我知道了。把他引进来之后再走出去。懂了。你这没路啊，我刚刚绕一圈的。干你娘嘞。哎呦。你看因为他这个是你看他怎么从那边过来啊。他又来了，靠腰嘞！这里啊，这第三个厕所。出来了。太奇怪了吧！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。学姐，原谅我吧。哎，
怎么了？不知道啊，没想到学姐反应会这么大。你装干嘛那么逼真呢、啊？难怪学姐会被你吓到。哎，说逼真的是你，现在要嫌我太逼真，学长你很难搞哎。灵儿，学姐，对不起啦，都是我的错。奇怪，当天跑去哪啊？胆小鬼，不知道躲哪去了，快去找他吧。学姐，没事了，我跟上。对，找附身虎，对，你会不会吓我？恐怖哦！感觉回去路上又会被再吓一次。我要离我的萤幕远一点。救命啊！我晚上吃太饱了，好像有点撑。这边不会吓我吧？对啊，只逃一次有点少哦。往前走吗？哦，应该是往前走了，因为刚刚前面被挡住。哎、欸，不是这里哦，资讯到了啦。对，就是东海啊，在哪里啊？嗯，不是这里吗？这是校舍，那资讯大楼嘞？我哪知道在哪里啊？左边这间吗？哦，进到大楼里面又是恐怖的开始。哦，这里啊，这里啊，资讯大楼这里。啊，我怎么进去？哦，这里。哦，这边不会再吓人了吧？哎、欸，他那个资工系。是这个吗？哎、欸，有很多门的、欸，教师办公室啊，怎么那么乱？这样被骂吧？教师办公室不锁门的吗？哦，我头好晕哦，那个晃动很明显，不是很舒服。你们会不会晕啊？哦，看到你们了。胆小鬼。好像没有调什么画面晕眩的东西。这是什么？十大校园灵异传说。不是，这办公室也太乱了吧？学弟，学姐，这个是你的吧？学姐，你人也太好了吧？嗯，学长人也很好。切，哎，看你心情好很多了嘛。
好啦，不闹你了，差不多该开检讨会议咯。嗯。哦，对了，学姐你要的资料都已经印好了，就放在那边。哦，好，我知道了，那我准备一下。东湖大学不过校方极力否认女鬼传闻。文华大学鬼电梯过一楼还不往下掉哦，我知道这间哪一间，文化大学吧，东海大学、中原大学、清华大学。哎，我觉得把它讲出来是不太好。文化大学的鬼电梯我听过，可是最有名的还是那个八卦那一个，就是有一个大楼是八卦格局的，然后大家都说那边会迷路，不断轮回什么的。那中原大学这个是鬼王出入口，我就不知道了。清华大学这个我也不知道，有人是清大的吗？跟交大的观众有吗？相通两宿舍的门，曾经有一位学长进去后再也回不来，现在已经改成仓库哈。OK， 好啊。这是什么？营队报名资料。报名人数达到 70%， 文华那边报名率已经达到 80%。 OK， 还有什么？哦，要贴东西的、哦、我看一下、哦、我要贴什么？什么意思？文华那个电梯我是有听过了，还有什么东西要拿？这里什么2012女鬼桥有出事，这什么意思？我可以拿吗？米香，很明显，熟悉的米香，胸最对味，熟悉的麦香最对味。啊，它热量有没有标？啊，有哎、欸，哇，好精致啊！多少钱？10块钱？哎、欸，像麦香10块钱吗？是吗？他写麦香红茶 Breaker Tea， OK， 做得不错不错。还有什么想拿？这个幼犬牛乳光泉牛奶，这是什么宣传效益哦？知名实况主啊，直播主勇闯校园挑战竞技，然后录到东湖女鬼桥的女鬼身影，吓破网友。OK， 还有吗？踊跃报名中，这个不能转。安全问题，购入符咒病情是否真的不是我很怕，是为大家着想。申请结果参加会中遭到一致驳回。东西蛮多的哦。好，那再来贴这个吧。我怎么贴上去？哦，这样。啊，这是什么？我怎么知道贴什么？是吗？是这样吗？哦，我看懂了，有报表的贴报表啊。这个什么？安全性提案。这个安全性提案应该是这个，是吧 ？Don't be pussy。这样吗？哦，很拽嘛，啊，你这个脸很拽嘛，是什么？
ACT of Duty 是什么 ？Alice， 然后什么？哦，那直播是真的有上新闻哦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OK， 我英文很烂，算了。然后嘞，然后嘞，我放错了吗？不对，不是这样吗？这个应该是这个，因为它有桥啊，然后电梯什么的，应该是左下啊。胆小鬼这个是什么？安全性提案啊，啊，这样。我在想，等一下正式的时候。要不要加入数楼梯？啊？学姐，你认真？对啊。不行，出事了谁负责？学校很勉强才同意我们办在女鬼桥。你们不是一直想要赢文华吗？不是这个问题。要不然是什么问题？好好好好好，你们两个好了啦。可是学姐，你刚刚不是被林恩吓到吗？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大胆？嗯，是这样没错。不过效果很好啊，对吧？可是不好吧？对对对对对啊！够刺激才够真实，够真实才够吸引人，对吧？哦，对啊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就这么办，等一下12点准时加开直播。就知道宣传效果怎么样了。如果反应不够好，我就退出营队，不干涉你们怎么做了。好，大家呢都没有意见吧？哎，等等，可是等一下的仪式谁要走啊？又是学姐吗？我提议我要学长。赞成。赞成。靠，为什么是我啊？我也赞成。好，就这么决定了。等一下11点50分桥上集合。嘿，学长，不要赖皮哦，加油！文耀，加油！哎，阿全，你不是不怕吗？不然你替我走嘛，拜托了，拜托！学姐，嗯，等一下的直播可以麻烦你吗？阿全之前说他那边的摄影机好像故障了。嗯，好，那我要先回宿舍准备一下，晚点见。刚刚那样文耀不会生气吧？晚点请他喝杯饮料就没事了。哦，好啊，等营队结束，庆功宴吃什么也给他决定。庆功宴呢？怎么了？还是你有指定想吃的餐厅？没有没有，给大家决定吧，我吃什么都差不多。学长，我再给你护身符，我阿嬷给我很多。有我多吗？ 哇！学长，你这超厉害的。早就知道会被你们整了。嘿，学长，你要是这么怕的话，躲到我背后也行，我要被咬就你口啦。什么意思啊？不过你这么多护身符，不会护冲哦。学长，其实后同神明的还可以啦，可是不同神明还是尽量不要比较好。像我以前，我也跟你一样到处求啊，结果后来也没什么用，我被我阿嬷骂了一顿呢。后来我就只带这个。管公可以给他家务的哦，我带了之后就看不到那些好兄弟。那你刚刚是在怕什么？Hello。你有事要我帮忙吗？刚刚客件叫五位哦，靠北哦，刚刚是指示我去哪里吗？学生宿舍哦。我没去过东海，所以我也不确定造景是不是一模一样。关桥 ，OK， 我已经快搞懂了学生宿舍在哪？这里吗？
要是看到陆生一个人影然后消失，你不会害怕的啦。这里吗？不是，哪里啊？学生宿舍哦，看到了，好大哦。哦，这一栋吧。哎呦，恐怖哟！你最好是看到有人进去，你不会害怕。大天怎么能确定？我们都是人。我说实话，你还不相信？南天学校没有死过人。难道新桥是？这里，那应该很多地方都不能去。啊，学校没有射箭哦，最好是没有。那我去哪里？这里吗？哎呦，蟑螂！女兵子部，男兵子哦，他们在同一层哦，是这样吗？啊，我为什么不能去这里？啊，这不是我的宿舍吗？啊，我为什么不能去？啊，我一直往上爬啊。啊，每一层都有哦。啊，我的宿舍在哪一层？哦，在四楼啊，这么不吉利哦，这么刚好是四楼。我的房间，不要跟我说是414哦。这么没梗的谐音，你大鱼给我用，我会气死哦！靠北，还真的是试一试。OK， 好哦，好哦，还真是试一试啊，还真是试一试。我确定一下，试一张不是我的嘛？哦，好，试一我不是嘛？试一都不是嘛？想不到吧？哎，我的确定，哎，真的都不是，还真是试一试。哎，东海应该不是这样吧？东海的号码应该不是这样分的吧？有一个雨伞，哎，太好猜了啦！哦，拜托你们，大雨啊，下次不要这样啊，这么好猜，还真是试一试。对啊，然后就我门外有伞，太诡异了吧？然后门口是不是有一把伞？好啦，开门啊！哇，香！女生的宿舍真是香。哎、欸，那电风扇做的好真实哦。女生会这样子乱放衣服在地上吗？有这么没水准吗？哦，你有去过东海宿舍哦？可是他不可能取这个谐音，我猜他应该取号码应该是四零几四零几才对啊，最好是一开始从四一多少开始算。我也觉得会闪啊！我不能爬上去。哎、欸，他们宿舍这样子其实还蛮好的、欸，看起来还不错、欸，空间蛮大的。然后嘞，我要干嘛？这是我的 MacBook 吗？啊，我的啊，我是哪里啊？哦、啊，开灯的是我的吗？啊，怎么有血迹？这是我的216。加油，期中考。哦，415，可是没有414，对不对？那我的豆腐头。对了，直播功能也要测试一下。这是那时候拍的影片。
其实啊，最近他都不理我了，是因为那个小三吗？他说我现在越来越奇怪，不像他当初认识的那一个温柔很可爱的学姐。你们说，靠背，这是我的错吗？不要笑我。感觉后面就有人影。我只是想要他爱我而已啊！他一点都不懂我。不懂我的痛苦，还有孤单。哦，不要割腕吧？等等呢？好想死！什么时候才可以死啊？哦，是端到这里哦，那些血是黑色的，他应该要弄到直播那边比较好。而且刚刚时间是显示，时间是显示2016年的2月22号，可是刚刚讯息是2015年呢、啊，我没记错吧？我再看一次。哦，跟电影很像，电影我没看过啦。OK， 电影就不要爆我了，我再去查查看。可是他写是黑色，是因为年龄限制的关系吗？是故意用黑色的？嗯，好，那我们女鬼桥开魂路的那个 demo 就展示到这边了。好，也一点了，还好我只被吓到前面那边追逐战。OK， 我们返回标题吧。好，我们再回到这边一次哈。我再理解一下，大天，你怎么能确定我们都是人呢？我说实话，你还不信？那间学校没死过人，宿舍的天台、水池到处都有。宿舍啊，他刚刚在割腕哈。嗯，学弟开的玩笑不会建议吧？然后，时间点是对，2月22号是之前的事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那个。然后护生，我到办公室对话前可以更想看小裤裤，看谁的小裤裤？发现了，发现了，我可以撞伞哦。那门口那个我也可以撞喽。是故意的吗？是故意的吗？好，有一个入学的，可是你看哦，可能没事的啊，因为可他这边写216是什么意思啊？那这个血迹刚不是割完，就是流了血迹吧？啊，他室友没有察觉到吗？太瞎了吧！你看那个 MacBook 的那个荧幕画面有反射，还不错，做得蛮细致的。那这边的呢？啊，这边的没有。
三本书都沾到血迹的样子哈。好，我们再看一次画面。好，再看一次刚刚那个影片。216是什么日期吗？割腕的时候是2月22号。行。操作蛮简单的啦。我们再看一次。对了，直播功能也要测试一下。这是那时候拍的影片。哦，是2月27。哎，那不是昨、啊、不是昨天吗？最近他都不理我了，是因为那个小三吗？他说我现在越来越奇怪，不像他当初认识的那一个温柔很可爱的学姐。你们说这是我的错吗？我只是想要他爱我一样。他一点都不懂我。不懂我的痛苦。还有孤单。OK， 我刚记成2月22号，所以是2月27号，然后游戏刚开始行动的时候是228。OK， 也就是昨天而已。OK， 好。所以说1月29。刚刚手机显示日期是1月29诶。可是讯息传讯的时间是2月28，这是即时的啊。嗯，是 bug 吗？还是故意的？你们刚刚看到那个手机解锁的画面是写2月19号吗？你们有看到吗？可是怎么再返回桌面？好像不行了。你看，因为我打电话的话是228。10:34，87%。算了，不看小酷酷了。你们刚好看到吗？你们刚好看到这个细节吗？或者小酷酷再玩一次，何必呢？现在不能看吗？现在看不到吗？这个角度看不到是不是？好吧，看不到。好啦，大概是这样，刚才的细节应该这样。手机的解锁画面是写在2月19号，我觉得怪怪的，应该是228。好，我们回到那个从头玩，好，从头玩。我们梦寐以求看到小酷酷了，请问是这个吗？这个吗？就为了看这些东西，你们就是为了看这些东西，叫我重玩一遍。金变态，金变态，会不会被黄标啊？应该是不会吧。
都是你们啊，哎，三米树啊，三米树，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？都是你们啊，要不是你们要求，我怎么干这种事情呢？哎，真的是哈，哦，你们不要一直找一些 bug 啦，这有什么好看的？对不对？就这样啊，就这样嘛，还能怎样？对不对？还能怎样？你说嘛，一个恐怖游戏被你们搞成这样，我要怎么去玩这款游戏？好了，看完了吗？看完了吧？好了，就这样，这款游戏赞，给他一个，给他一个赞哦，赞。好，女鬼桥开魂路，等它上市的时候可以去支持一波啊，支持一波啊，就这样。那这是那 demo 版的彩蛋吗？好了，如果标题打小哭故事不太好。好了，就这样。那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款游戏的，我们把它继续跑完好了，再看看有什么细节。好，那就这样。好，希望大家会喜欢了。